哎，麦克风。加个大车。好不好？刀哥，你的香烟麦克风我未见，你麦克风在讲啥啦？好紧张。快点，讲话都要听得到。你讲话都要听到的。跟他拼的，赶快。用你的呐喊，用你的怒吼。麦克风拿哪里呀？要记得讲话。你有点很多说呢。他等一下下课就俩狗很大声，可能只有下课才会说。所以你第一个动作是先整理方程式吗？麦克风给他滚，我给他滚，我的头发给你嘛。无限多组解画出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图形？重合。会重合，因为它是同一条线。啊！敢骂人，你就听得到了吗？对不对？等你们拿麦克风来追我。